Yeah, sure. Yeah. I can hear you now. Ah, Xiaojian, finally, yeah. It's working. Yeah. Thank you. Okay. Okay. I think we can see you just fine. And I think there were some. Now you're doing this simultaneously through WeChat, I hear. Yeah. Great. Okay. Excellent. Oka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And I'm so pleased you're joining us. I should be really just telling the students of your. You know your amazing work and the amazing group that you came out of from you know back in the US and for me it's a little bit outside my field of course but I have looked through your amazing publications and it's a really interesting and very very nice record. So it's a great privilege and honor for us to have you and that it's great that you've been able to make time.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at. Yeah, you're welcome. Yeah. Yeah. Guys, yeah. Right. I have done my best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let's say, you know, the brain and mm-hmm. chips and neuromorphic chips. So I think there's a little bit of a basis, but I kept saying I'm sure Xiaojian will be able to do it in a much better way than I can. maybe. I think. So I think it's basically any you know this idea of the future potential of this technology. I think is could be very very interesting for all of us, and it's. Stage is yours, so to speak. Yeah, thank you. So I mean, this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me to join guys, and I will share some like very simple examples of what I have done previously. Right. So I mean, I guess most of the audience were like undergraduates or professors or basically yes. Yeah. Oh, okay. Yeah. Undergraduates. You know, again, just quickly, I think. It's fine if you switch to Chinese. I can Xinru is going to do some translation for me, and it'll be much easier accessible to the students. Okay. Great. Yeah. Okay. Good. So 我现在分享我的屏幕是吗？ 可以，欢迎朱老师。然后您可以用中文讲，这样子大家学生就会听得更明白一点。您刚才是问他们是多大，就是在处在哪个年级吗？ 对，刚刚是本科生还是？他们是本科的二年级的学生。因为我的那个talk做的比较简单，因为我之前听说好像说是本科生没有讲太多专业的东西。好的，可以的，他们是二年级的学生。好，你现在看到我的屏幕都是能看得到吗？还是可以看得到 PPT 可以开始您的。就是整个PPT的吧，就是我现在翻页能看得到是吧？OK，没有问题。那我就开始我的 talk 了。 好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中科院尼摩材料所的朱小健研究员，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课程，下面我就开始我的今天的报告，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生物启发的一组系件用于神经形态计算。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物联网还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社会信息的总量正在爆炸式的增长，产生了许多如音频、视频、图像、文本和网页等格式的信息数据。然而，这些信息的种类丰富多样、结构复杂，具有不同的标准，那么这给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所以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具有高计算能力、快计算速度和低功耗的信息处理芯片来解决这个问题。现代信息技术主要是基于数字计算技术，那么在数字计算机上实现，也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电脑。那么数字计算机呢，它擅长做算术运算，比如说你给它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乘法操作或者一个除法操作。 它可以很快的可以算出，它的精度也非常高。但是呢，如果说你让这个数字计算机去识别一只猫，那么它将会遇到很多的麻烦。那么因为在这个数字计算机的眼里，
这只猫它最后分解出来的一些信息都是由零和一组成的。那么就这个计算机它没有办法像我们人一样，人的大脑一样来去识别这些图案。比如说我们可以来观察这个猫的这个眼睛啊、鼻子啊、一些面部特征，以它整体的这个轮廓来进行辨别。那么尤其是当这个图像变得更加复杂的时候，比如说我这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可以看到这只猫跟一只狗其实它们的外观很像，可能一些微小的差别只是这个鼻子这个位置。如果说用计算机来分辨这些信息这些图片，那就会遇到就是很多的问题。那么所以我们就为了去突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计算技术的这个瓶颈，我们就必须要发展基于新原理的计算技术来提高芯片的处理能力。那么其中一种就是这个由生物启发的神经形态计算技术。那么神经形态计算技术是一类仿照了这个人脑神经网络处理信息的新型计算技术。那么我们人脑用来处理信息的载体是神经网络，它包含了有大约有100亿个相互连接的神经元。那么这个图展示的是两个相互连接的神经元，神经元的始端和末端它都具有这个树枝状结构。那么两个神经元之间可以通过很多的这个节点相互连接。那么这些节点比如说就这边黄色的这个位置，黄色这个点的位置就是它的连接的节点，它被称为神经突触。那么平均每两个神经元它们就会产生大约有1000个左右的神经突触。那么在信息的处理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传递这个神经电脉冲。那么这就是神经电脉冲，它从这个前面的这个神经元传到后面的神经元。那么它们的传递的这个桥梁就是这些神经突触。那么由于每一个神经突触它连接两个神经元的这个紧密程度不同，那么它的这个传递的效率，传递这个神经电脉冲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它连接的越紧密，突触的强度越大，那么这个神经电脉冲传递的就更加容易。那么所以说这个后端的这个神经元从前端神经元获取这个神经电脉冲的时候，它从不同的突触都接受到信息，它最后再进一步将它进行一个整合与累加，最终以新的这个神经电脉冲发生一个新的神经电脉冲，然后最后输出。那么这是一个生物上的这个信息处理的原理。那么如果说我们把它进一步简化成这个数学模型，那么这里其实非常简单，这黄色的点代表了这个前神经元，可能有多个前神经元，也可能有多个这个输入端，比如说你把这几个相对应这个黄色的点，后面这个绿色的这个点代表的是后神经元。那么当在接收到信息的时候，其实神经突触首先先对这些信息进行一个处理，进行一个调制，其实可以简单的认为是一个乘法操作。随后呢，这个后神经元将会将这些所收集到的这些神经电脉冲进一步的进行累加，对应一个累加操作。那么所以说从数学模型上来看的话，那么整个这个神经形态计算的方式就是采取了乘法操作结合加法操作的一个组合。那么可以看到这个与传统的数字计算技术是计算原理和计算方式是有很大不同的。那么通常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神经网络来执行图像识别的任务。那么生物神经网络它有一个关键的特征，就是可塑造性。那么这里指的可塑造性就是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这个连接的突触的强度，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受到这个神经元的这个活动的影响。那么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要利用这个神经网络，人脑的这个神经网络来识别这是一只猫还是一只狗，那我们一般会需要两个步骤，那么分别是这个训练还有这个推理。那么我这边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先看到一只猫的时候，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视觉图像的这些接收视觉图像的这些神经元它们会被激活。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的亲人或者身边的朋友告诉我们，哦，这是一只猫，那么我们大脑里面这个对于猫的这个神经元它也会被激活。那么这两个神经元同时被激活的时候，那么它们之间这个连接的这个紧密程度就变强。
那么这个过程就对应的训练过程。那么通过我们反复的告诉你这是一只猫，然后我们这神经元反复的去在这个改变中间的这个连接强度，也就是神经突出的强度。那么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神经网络最终就会能够掌握到这个猫的一些基本的特征，比如它的面部啊，还有它的这个轮廓。那么再一次，我们就利用已经这个学，就是识别能够识别猫的这个神经网络，然后再去这个辨别猫。比如说这个猫，下次我们再看到猫的时候，这些猫又会再一次激活这些神经元。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对于猫的这个神经元也会被激活。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正确的去来识别这个动物。那么其实细心的同学可能也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起一个非常关键作用的就是这个神经突触，也就是两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的这个部分。它因为由于它可以被塑造，可以被改变，它可以被我们反复的训练，这样去进而去识别这个猫。那么所以说，构建那个人工在这个电子器件上来构建这个神经网络，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去研制可以去模拟这个神经突触这个功能的纳米电子器件。那么这个人脑的这个神经突触，它可以我们采用这个传统的这个 CMOS 器件来构建，比如说我们采用这个现有这个计算机里面的晶体管还有电容，那么也可以通过复杂的电路的设计结合来获得这个人工的 CMOS 突触。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构非常复杂，它需要占用了大量的这个芯片的面积，而我们人脑中其实会有10^14左右的神经突触。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构建一个跟人脑规模相当的神经形态计算机，那么它的体积将会变成会十分巨大，不适合这种实际应用。那么除此之外，它的这个能耗也会变得非常高。我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谷歌公司，它采用了有1000多个 CPU， 还有100多个 GPU， 来构建了一个用于下围棋的小型神经形态计算机。那么它的这个功率已经能够达到几十千瓦，比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功率高1000倍还不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能耗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呢，由于面临的这些挑战，我们就必须要发展一个结构非常简单、尺寸小而且能耗低的新型电子器件，来模仿这个神经突触的信息功能。异阻器它是一种具有非常简单的两端结构的纳米电子器件，它的结构非常简单，就是上下的这个金属电极，中间加了一层半导体层。半导体层的这个选择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这边我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个典型的异阻器，我们是采用了这个透射电子显微镜来对它进行观察。比如说我们用刀一切，切完之后看它这个截面，你们可以看到它是上下两个电极，这个是铂电极，这个是铜电极，中间加了一层氧化物。那么这个器件虽然结构非常简单，但它的机理却不简单。如果说在这个器件的两端施加一个电压，你去测它的电流，你就会发现它并不像一个普通的电阻一样，电压随着电流是一个线性变化的关系，其实它会表现出这种回置特征。那么在这个电流随着电压变化的这个过程里面，它这个整个器件的电阻是发生改变的，所以它是一个电阻值是可以连续可以被电场来调节的一个纳米器件。那么它的电阻被调控的这个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在这个电场作用下，它内部啊这两个电极里面的这些离子会发生疏润，发生迁移，它最后会形成了这个连通上下电极的一个局域的这种纳米尺度的导电通道。这些导电通道的形成，它改变了中间半导体薄膜的导电率，那么从而引起了整个器件的电阻发生变化。那么在进一步的你对它进行操作的过程中，这个通道它可以形成，你可以断裂。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器件的电阻能够被调节的主要原因。所以异阻器呢，它是一种可以通过控制离子疏润来调控电阻的纳米器件。那么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啊，
它这种电阻可调的这种特性与这个生物神经突触里面这个它的强度能够被调节的这个特性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仅用一个一组器就能来表达一个突触，而且这个一组器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点，比如说它刚刚提到它的尺寸非常小，然后呢它的这个操作功耗也非常低，所以它比这个传统的 CMOS 这种器件的神经突触上皮它具有明显的优势。除此之外，人们还发现这个生物神经突触它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原理是内部的这个离子发生输认，那么这个与这个一组器它是由离子输认驱动的这种本质是惊人的一致的。那么所以一组器的是目前用于这个模仿神经突触的一个最理想的选择之一。 那么一组器，因为它的结构非常简单，它可以由两个这个交叉的电机中间加了一层半导体层来实现。那么如果说我们进一部的，就是搭建这种很多行电机和裂电机组成的这种网络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去构建多个一组器，比如说每个这个交叉点都可以形成一个一组器，所以我们可以构建一个非常高密度的一组的网络。 那么它可以用来去模仿我们大脑里面这个生物神经网络的这种高度互联的方式，那么所以一组器也是经常被用来这个做新一代的人工神经网络来使用。那么这个是实验上研制的一些基于一组器的这种网络的阵列，那么这个是我们实验室这些做了一个32乘32的这个一组器网络，那么这个是美国的那个马萨诸塞大学的。 杨杨洁王教授他们做了一个128.64的一组阵列，然后最近呢，我们也把这个一组器跟传统的外围电路硅基的一些外围电路，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电子元件，像集成，构建了一个可用于执行简单神经形态计算的芯片。那么利用这类芯片，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神经形态计算。 那么它可以用来加速现有机器的机器学习的一些算法，对于一些线性进行处理。那么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包括，比如说对于这个手写字母，来进行识别，它的这个识别这个准确率可以达到 90% 左右。另外，它还可以用来，比如说对这个图像来进行压缩，像生物神经网络一样对这个图像进行处理。那么还有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 用它来自主的对一些数据、一些点来进行分类，我们可以像这样，比如说分成不同颜色的分成几类，还有比如说对于这些基于一些数据，可以把它给分成两类。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些这个一组这个神经形态的网络来对一些图像进行一些处理，比如说对于一些特征进行就是提取，可以它的一些轮廓这些特征。 那么它在这个它计它这个信息处理过程中的这个效能是远高于传统的数字计算芯片的，所以它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前景。那么近几年研究啊，人们发现这种具有非常简单极客的纳米器件可以表现出非常有序的离子输认型。那么这些特性呢，可以被进一步的用于构建具有高仿真度的高仿深度的一种器件。 那么，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利用这个离子的这个扩散动力学行为来模仿生物神经突触的离子的扩散动力学行为。那么我这里展示的是一组器的这个截面图，上面是电极，下面是电极。当你对它进行操作，里面的离子输认后形成的这个导电通道之后，当你把这个电场给去掉之后，那这些通道它会自己慢慢的演化，盘踞，最终变成一个小球。 其实这个过程的话，你就会引起它这个电阻的状态发生变化。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调这个导电通道形成之后，它的电流是会上升。那随后你把这个电去掉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团聚之后，就会导致整体的这个电流啊在往下降。那么其实呢，这个过程与我们生物体的神经网络里面的大脑这个神经元里面的这个概率，它的这个动力学行为是非常近似的。可以看到，它这个也是会这个在电脉冲的这种时候上升。
但是呢，你电脉中出去以后呢，它会慢慢的下降。所以从它的特性上来讲，它们是非常近似的。那所以呢，研究人员通过进一步对它来进行这个器件进行结构进行设计，我们可以来模仿一些非常重要的这种随时间与时间相关的这个突触的学习行为。我们这里展示的是一个依赖时间间隔的脉冲时间以来的突触很粗心动的模仿。那么别人那么这个研究人员还发现，不光光用这种具有动力学特性的一种行为来模仿神经突触，它甚至可以来模仿这个神经元的一些这种基本的这种积累然后发放的这种特征。那么利用这些异走器作为神经元，然后利用另外一种异走器来作为这个神经突触，我们是可以构建一个非常近似于生物神经网络的脉冲神经网络。它是动态的，它可以像我们人脑一样来这个进行自主学习，所以它在功能上是更加接近生物神经网络，表现出非常好的应用情景。那我们近期呢也是做了这个利用这个动态异走器来处理的一些数据，我们主要处理的是对这个时间演化的信息来进行一个处理。那么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用它来识别这个我们人在说话的时候这个发音究竟是说了什么数字，或者说说了什么单词。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异走器啊，我们发现我们如果说你说话仅需要说出前25%或者前65%62.5%，就只要说出部分发音之后，我们异走器甚至能够判断你将要说出一个什么数字，所以它具有这个很好的这种预测功能。那么而且呢，异走器还可以对于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这个没有明显规律的信息数据来进行处理。例如说我们这边采用异走器对于这种信息数据来进行预测。其实它这个比如说这边是这个点，它是虽然是属于一跳的，但是呢我们异走器用它来处理的时候，它能够发现其中隐藏的一些这种随着时间变化的特征，然后随后呢对它今后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趋势进行预判。那么我们发现这种预判的这种结果与实际发生的结果是高度吻合的。那么这些结果也表明了这异走器它具有这个动力学特征的异走器，它有望在这个信息预测研究方面有很大的应用前景。比如说这边展示的对于语音的预测，那么甚至我们未来还会希望它能够去预测这个股市的动向，或者说对于天气预报来进行预测。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趣的。那么下面吧未来这个异走器其实它有更多的这个仿生功能值得我们去挖掘，然后这个生物的系统也将持续的为我们提供灵感。那么最近呢，我们从那个生物的这个神经网络中，这个相邻的神经突触之间会有相互的耦合，也就是说他们会相互的 talk。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他们这个相互 talk 的这个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些离子可以在里面相互的扩散，从一个突触的离子它会跑到其他突触里面去，就相互交换信息。那么我们受到这个生物学的这个记忆的启发呢，我们在实验上通过这个从材料里的角度来进行设计，然后我们构建了这种可以类似于生物神经网络的这种新型神经网络。那么这里比如说我这边是代表有四个这个相互连接的神经突触，那么我们可以控制比如说突触 ABC 中的离子在里面相互的传输和相互的这个扩散，可以突触 A 里面的离子可以跑到 C 里面，那 C 里面可以跑到 D 里面，那么这几个突触之间都会相互的耦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器件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利用它这个来模仿了一些这个生物神经突触里面的一些特殊的耦合关系，比如说它们可以会相互的竞争，也可以去相互的合作。那么这类由这个生物启发的新型异走器为进一步的在神经网络的层面上来实现一些复杂的仿生计算功能，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也奠定了一些基础。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研究结果是，我们从生物学家利用这个光放到这个小鼠的这个大脑里面，来调节小鼠的这个大脑的信息功能、计算功能，
来调节老鼠的生理活动的实验中受到了启发。我们这个在实验上去构建的这种具有光敏特性的一种气，然后我们用光来照这个一种气，你就会发现你的离子啊不运动。这个也是非常类似于这个生物里面生物学家用光来照射小鼠脑子里面这个钙离子在运动的这种特性。所以呢，我们认为这项研究是非常有趣的，然后它可以有望产生那种可以直接处理光信号的神经形态计算机。那么未来在这个人造眼或者说这种光控机器人这些研究方向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那么未来我们是希望一组器能够与真正的生物神经网络直接相结合，那么实现人和机器的相互联动。那么这项研究它的主要重要意义呢，就是一方面是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的去了解和理解生物神经网络的运行方式，然后启发我们研制出更加智能的仿生体。另外呢，它也可以帮我们来进一步的去增强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尤其是对一些这个脑疾病，比如说帕金森综合症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对这个方向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那么比如说这个人脑中这个神经电脉冲，它具有不同的这个波形的图案，每种波形呢代表了我们这个活动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一种波形，当我们清醒的时候是一种波形，然后我们做其他事情，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或者说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又是一种波形。那么我们这边具备一组器，它具有超低的功耗，然后这些大脑的这个神经电脉冲啊，它可以直接驱动我们的器件，然后我们用一组器原位的实时的对于这些信号的这个波形还有它的模式进行判别。然后你看我们这里展示的是我们这个不同电脉冲的这个不同波形的神经电脉冲，它们组合在一起，然后这个红色的这个变化的这个区是我们分析的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随着这个神经电脉冲在不断的在发射，我们可以实时的去来判断出这个阶段的这个神经电脉冲究竟是属于哪类。所以呢这项技术有望能够被与这个先进的神经探针技术结合，然后用于原位和实时的解析大脑里面神经元之间传递信号的方式，然后成为探测和理解生物大脑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手段。那么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呢，其实研究人员呢最近也是将这个一组器把两个生物神经元相连接，那么在这个生物电的刺激下，这个一组器可以作为一个媒介，那么使两个神经元来建立通信，那么起到了人工神经突触的作用。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研制的这个神经突触啊，它有望是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这个大脑里面的突触，然后来调节人脑的一些信号的一些传递方式，所以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索。那么总体来讲，这个神经形态计算技术可以极大的提高信息处理效率，促进当今如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具有神经形态计算能力的一组器可以衍生神经形态硬件系统，为新型的神经形态计算技术提供重要的支撑。那么未来生物系统也将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灵感，启发研制出具有先进仿生计算功能的新型组器，促进我们快步的进入智能的信息时代。最后我是要非常感谢我的博士后导师卢伟教授推荐我加入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研讨会。另外做个广告，就是我的课题组刚刚成立，然后欢迎对该方向感兴趣的同学加入，谢谢大家。好的，老师。然后，那我们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来问一下？没有？刚才在讲的过程中，哪个部分比较好奇？那哪个部分还不是听得非常清晰？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开麦自己说。
因为这个本身它确实是科技非常重要，听起来可能大概知道它是怎么一个过程，是真的很难。但是同学们之间有没有激发你们的灵感，或者说一些有趣的想法都可以。老师之前有一个案例，就是那个老鼠感光的那个，可以具体讲一下那个老鼠感光是吧？对。Just asking about the mouse. Good. If you can mute yourself, so we can just. 所以在生物体里面呢，这个生物学家他可以利用这个一些基因的改造技术，然后将一些这个利用病毒啊，将这个一些感光的神经元，一感光的物质啊。就是注入到这个老鼠体内，然后这些感光的这些物质呢，就会吸附在这个大脑的这个神经元的外面的这个受体上，所以说你光一照，那么这些神经元就会被激活，那主要原因是里面这个离子啊在发生运动，那么从而可以改变老鼠的，比如说它这个记忆能力啊，就是你光一照，这个老鼠就会记忆力就会非常非常好，然后你这个光出去的时候，老鼠可能这个就会容易忘事情，那么。这个是生物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也是非常热门，叫这个光遗传学技术。那么我们这里的这个想要就是从这里获得的启发，就是说我们构建了一个这个光敏的这个遗传室。那么类似的这个光一照，在我们这个器里面，这个离子它就会发生运动，那么去改变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个神经突触的功能。那么。对，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思路，我没有在放更多的细节的一些科学的数据在里面，我只是想向大家讲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从那个生物的一个研究里面获得启发，来这个构建一个人工的，比如说这种光感遗传器。然后刚刚说嘛，这个方向非常有趣，然后它可能产生一些重要的应用，就是说一个是我们的人造眼，我们眼睛可以对于这个。光对产生强烈的一个响应，然后我们大脑可以对这些光信息进行处理，那么我们有望用这个细节来作为一个这种光电的这种人工突触来使用。另外一个就是用这个光来控制以后我们人的这个机器人，就跟用这个光来控制老鼠一样，这也是一个畅想，但是这个肯定实现还是会离实现还是有一个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对。嗯，好好，谢谢老师。还有吗？还有吗？罗文哦，机会难得。点名吧，孙老师点个名吧。啊？没关系的，其实是。Michael 有一个问题。嗯。OK。嗯。Xiaojian? Yeah, hi, yeah. Thank you so much. That was, I could follow so well because of course the slides were in English it was really, really interesting. So thank you so much, first of all, for this. I mean, essentially, I think you've really shown how the basic architecture and structure of the brain can basically be modeled artificially in a way. I will discuss with the students subsequently today and maybe tomorrow. Mm-hmm. I mean, I'm sure maybe the technicality and sort of like the scientific symbols and equations and so on, maybe that's a little bit at times confusing, but the essential gist of your presentation, I think, is extremely relevant, and is very much what I was getting at in this course. So okay. I think it's really great. So I think it's fantastic. Yeah. Thank you. I'm good. I personally have one maybe one question that we have been a little bit getting to before you came. And since a good amount of this course has to do with talking about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uro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and also, of course, its fascination, especially today, in all those fields. I wonder. I spoke to some researchers once from the Allen Institute of Brain Science in Seattle, and I'm not sure if you're familiar with a theory which is called IIT. I haven't brought it up with the students yet. It's basically a way of objectively measuring the capacity for experience. Okay. And basically expressing it with a number. I don't know exactly how it works. I think it was developed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by Giulio Tononi is his name, but not to get confusing. But my question is that, and those people have said that essentially something along the lines of neuromorphic computing in the future, if it gets in whichever way it's going to unfold, if we imagine, as I was just telling the students, that the brain is a physical object, and that essentially a chip or a machine is a physical object, there's potentially no reason not to assume that a machine could have at some point some kind of a phenomenal state. Is that fair to say,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have a perspective on that? So what do you mean about the phenomenal state? Oh, basically some kind of experience. Okay, so you mean it can learn something by himself? Yes, I mean, do you think? I mean, let's put it quite simply. Do you think a machine could in the future feel something? Feel something. So you mean from the, like a sensors, so you can integrate some sensors with him, so he can feel like a pain or hot or like something like that. Yes. I guess I'm saying more so than just the act of sensing. Mm-hmm. Would the machine have a kind of like we do? Like, I mean, we can sense, but also there is an internal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our sensing. Like, we can feel something when we do it, and that I think is, I guess, what we call consciousness. And I was wondering if through this modeling of the actual biological brain, do you think that machines could have, I guess all I can say is that, or do you think that that's a fantasy? Yeah, it'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So in my opinion, currently the neuromorphic system is not that advanced, you know? So we just have some very fundamental concept from the biology. Right. So like you can optimize the synaptic strength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we haven't borrowed any thing.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feel like love, right? So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your body that's activated, your body, right? At your brain or somewhere else. So we haven't done that yet. So now we just focus on the computing and the... Sure. Yeah, and the information process. But I thought if someday, if we borrow the similar concepts and develop an artificial device that can emulate that mechanism, right? To develop this kind of robot, like a robot, right? Who can feel love or feel like a... Right. Yeah. So I think it'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right? Yeah, of course. No, I wasn't. But maybe there's a way. Hold on. Maybe Shinru. Someone should. It'd be really great, I think, because your response was so nice and so spot on. If someone could translate your response for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would be the. Yeah. So what Michael asked basically is the.就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对吧？然后呢，芯片儿，
你刚才讲的这些，不管是功能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它也是，它最终的成果也是一个物理的东西。那么这么两者之间到底它根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有没有那种可能性，就是，最终这个我们您讲的这些技术啊也好，功能也好，芯片这些物理的东西也好，它最终有没有一种获得它自己的一个感知的可能性？说白了就是说，它会不会有感觉？有那么一天有感觉？然后我听您的回答里面听出，是不是说，至少我们目前的技术还没有到那么到，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对吧？对，我们现在主要做是做信息类的东西，而不是感觉类的处理，是吧？对，它一些感觉，我刚刚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身体里面一些感觉，它有一些起源是来自于这些生物的一些过程，对吧？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器件里面，这种器件里面还没有引入那些因素在里面，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没有考虑到说哪天我要做一个有能感觉爱啊，或感觉这个悲伤啊，或者感觉失落的一些这种器件。所以我想这个因为这些起源也是非常复杂的，生物学家也是目前在研究他们的这个究竟是他们的原理是什么。所以有一天如果说这些原理被揭示，然后我们又有这种足够的条件能够在我们的器皿里面去模仿它，我想这个大家都会乐意去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只是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这个还只是很表象的来模拟这个生物大脑里面一些处理信息的基本的方式，所以还没有到那一步，所以我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对，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嗯，The translation answers to you. We can do it later. Yeah, great. I guess any more student questions, then we'll take a chance now. 没有同学有问题，刚才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搞清楚了没有？所以说可以理解到，就是目前我们的 AI 这个机器的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对，对，那我们其实一直在讨论的是不是未来的机器人它会和人一样具有人的这样子的意识，或者是它可以就是甚至是通过机器学习之后能够在意识上面或者是在智力上面高于人类，这件事情还其实离发生还有很远。计算能力的话，的确我们还没有达到像生物的一个那么强大的计算的这个能力的一个系统，对，或者一个系统，的确目前没有。我们只是很表象的模仿以生物里面的一些计算的方式，把它抽象成数学模型。其实这个抽象的过程中，就我们丢失了很多的信息，对吧？所以，我们只是从数学的角度来做一个神经形态的这种 AI 的芯片，但是你说能够真正的跟人脑一样，还是非常困难的。嗯，对。那么朱老师，到未来如果说机器它之间的学习可以变得非常发达的话，它有可能会，比如说会超越人脑这种，这个人之间的这个人自身的这个学习的这样一个能力。其实你们有一些例子能看到，比如说就是人是一种通用智能，对吧？就是我可以做饭，我也可以下棋，我也可以游泳，我也可以创造。但是呢，现在的这个 AI 你可以看到像这个 AlphaGo 对吧，它下棋的时候可以打败这个人类的这个选手，它在某一项那个任务上它可以的确是可以超越人类，但是在这种综合通用智能的这种 场景里面，其实它还是困难的。对，所以人呢就是很灵活的一个物体，对吧？所以机器还是相对比较就是古板的那种。对，所以只能说在某一些方面它可能打败人，但是整体而言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去，或者说短时间之内也没有办法去超越人类的。嗯，好，对。好的，我们的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或者是激发到你们的一些想象的东西？快点问呐！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生物它是对于自己的经验，它有一个迭代更新，或者说在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但是智能 AI 它是没有这样一个能力，对吗？毕竟就即便说很多智能 AI 它是被程序员输入了很多案例经验进去，然后它从已有的那个数据库里面寻找到就是最佳的解决方式，所以它只是在已有的答案里面去找答案，而不是说在众多答案当中综合性的去出一个新答案。对，这个我们人做事可以举一反三，对吧？因为我们有这种自我就是学习的这种很强的这种能力在里面，但是生物里面目前这个大部分这个 AI 这种系统里面，它只是用于数据来对它进行训练，所以呢它本身没有这种自我学习的功能。对，所以你可以用10万张或者甚至更多说1亿张这个数据来进行对它进行训练，但是它最终它是没有办法能够像人一样这样可以做到这种举一反三的这种能力，所以这种叫自适应的学习能力目前的机器还是没有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之前好的沸沸扬扬的，就是谷歌在用所有的，它有一个电影库，然后再用库去学习，就是人的行为，就微表情、微行为，然后去判断人的情绪，这个是就是这个事情是可行的，还是说它是一个就是只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但事实上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办法开展这样子的？但其实这个任务并不算复杂，其实它通你的微表情，然后体现出你的这个一种情绪，还是有可能的。其实这个任务不是特别复杂的任务，对，你只要通过这个将一个表情跟一个情绪能够建立起连接，如果你能获得大量的这样的数据，你完全可以用它来这个训练这个这种目前的这种神经网络，对，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些这种他可以，有些人他会伪装，对吧？他可以用表情，然后他其实他这个情绪没有体现在这个面部上，所以对于那些人来说的话，那么这个也要去判断他的情绪，就可能就会比较难，对。所以简单的这个数据来训练神经网络做这个事是可以的，但是他这个准确率能达到多高？尤其是对于一些这种我说嘛，就是不会说喜形于色，或者说把情绪体现在脸上的人来说的话，可能他的这个处理的效率就会变得比较低了。嗯，那么马斯克他们就是说他们公司所研制的，比如说一个芯片，或者是很细的极细的芯片插入脑中，他通过脑电波可以控制机器，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他现在其实做的这个事，他还没有说到分析脑电波内部，他只是说我做了一件可以把线植入到人脑中的这个过程，这种方式，它可以在你人脑中这个头颅身上打一个小孔，对吧？可以把这个线插到里面去。它目前只做了这一步，它后面真正的说分析数据还没有做。对，它只是未来想做这件事，只是它现在只是做了一些，比如说如果把这个信号给引出来，它现在在做到这一步。就是我们学艺术吧，就是这个领域的人是很好奇的，因为未来现在艺术和科技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因为很多真的在技术上问题艺术是很难解决的，艺术上只能说是从意识或者是从这个我们的思辨上面做一些，对，给提一些概念嘛，就是对科技上面这个，对，其实意识你说它的起源其实很复杂，这个现在的生物医学也没有办法说能够很好的解释，他们只能很表象的说我人脑里面的一些物质，哪些物质啊发生反应啊，有多巴胺啊这些物质啊发生反应可以刺激你的一些某些情感，但是说真正的你的这些意识的起源是什么，我想还没有那么特别清楚。对，所以这可能是就是今天 Michael 提出的问题，就是脑物质的芯片等等这样的，现在突出的这样的技术也是物质，但是意识它是无形的，然后物
个就是是不是我们这个意识它也会，如果在机器中产生的话，是不是也是会和我们的脑啊，然后这种产生一个物质性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它首先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会有一个也遵循这样子的物质的一个规律，那有了这样子物质的规律之后，它是不是也就能产生了这样子和我们人的一样的意识，这可能是不是未来的 AI 学习的方向。对，现在 AI 还是比较初级的，对，就是没有刚刚说就没有还没有到那一步，说我研究究竟我的这个意识的这个起源是什么，所以你如何设计，对吧？你要是生物启发的，生物里面得要先要给我一个模型，给我一个这个参考，我才能在这个通过实验设计，对吧？设计出这样一个芯片，因为你现在生物里面还没有弄得特别清楚，所以我这个没有办法去构建这样一个这个智能的芯片，或者说这种智能机器人，对吧？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Xiaojian, I have one more question if I can possibly. Yeah, please. What are the let's say the biggest impediments, so to speak, that you're facing, or the biggest challenges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is technology? Whether they apply to, resources or whichever they are, or maybe. Maybe there aren't even any. I suppose, but I guess, what do you consider if there are any? What's the biggest challenges you're facing in this further development? You mean from my own perspective? I suppose, field, I guess. Would other scientists like yourself, you think, agree that those are, let's say, the essential or the biggest or the toughest questions that you would have to find an answer to move on with the or to further develop this technology? Yeah. So basically, they are actually in my own research field. So now there are two directions. So one is use the current technology to develop some AI chips that can be like can be used now, current, you know. So for example, you want to recognize some face, right? Like a face is this is a man or a female, right? So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use in our daily life, right? So people say, okay, so this AI chip is already be capable of doing that, so they will use it. And the other direction that I want to build some more, build some system like more like the biological system. As this just said, whether it can have some emotion, right, or something, right? So actually, you will need to borrow more concepts from the biology. So basically, I mean, there are two research directions. One is that, so you have the chip, it can already do something, right? For example, you want to make it faster or much, reduce the power consumption, right? But you are like computing some, or doing performing some very simple tasks, right? You can make it better, right? But if you can first recognize like a cat from like a tiger, right? Right. So that the other way is that you can do something more like biology, as we said. So this is what this is the second one is my own. So I mean, for the second one, actually, I think.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 biology. Yeah. So actually, I also read some books from the biology, right? So they were, yeah, yeah, that's right. So they sometimes can inspire me to develop some novel memristors. For example, as shown here, you can see the mouse, right? So you can use night to activate the neurons in its brain. So you can maybe, so I thought maybe we can also develop a similar device, right? So maybe to emulate it. And for other scientists, maybe they were thinking, okay, maybe this memory state is capable like recognizing the face. So actually, it's a very simple task for human beings, right? But it can be used. So I were, okay, let's use it. Yeah. But if we use it, as I said, you want to reduce the power, you want to make it faster, right?
So basically, you know, two directions. Directions. Yes, yes. I was okay. Great, great. Thank you. The other, let's say, dimension of the question was more like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Let's say, for example, the construction, the actual fabrication of the chips. Is there something technical that I mean, let's say you were to say if only we could make. We could fabricate them, let's say, smaller or more, even more intricate, but we don't have the even the physical capacity to do so. Is there something along those lines, or does it not exist? Yeah. So yeah, there's a problem in this direction. So basically, as I said, yeah, like 10 billion neurons in our brain. Actually, if we want to build a system that's comparable to our brain, so you need to actually fabricate a lot of memristive devices, right? Mm-hmm. But I think that, of course, use CMOS devices will be like very large scale, right? But if we want to use memristive, although it has a very simple structure, you can fabricate very high density memristive array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For example, if you make the device very small, so the line resistance, I mean the electro, it will be very high, so it will affect you to program your device. So there might be some errors. So one of the problems in our field is that if we want to make a very, very large memory arrays, it's very challenging. So now one way is that you make a lot of small arrays, then you connect them together. Yeah, this is one approach, you know, to solve this problem. Yeah. So of course, the other biggest the problem in this memory device is very hard to control. Actually, you will see that the ions, I mean, it's very small, right? So the ions just migrate inside the device. So basically, it's very hard to control them. Actually, they migrate in at like the atomic scale. So if you control the motion of ions in at the end, the atomic scale, but the size is micrometer level, right? So it's actually impossible, right? Yeah. Wow. So basically this device is very stochastic. So the performance is not very stable. So this is also a very big in our field. Yeah. Yeah. Wow. Yeah. Great. Thank you. For me that was very enlightening. I absolutely enjoyed every bit of it. Thank you so much from on my end. It's really very cool. Yeah, thank you. 然后我刚刚说我们这个方向目前我们这个研究从我的个人领域看的话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说我用现有的这个一组线这个芯片，我能够处理一些简单的任务，对吧？比如说识别人脸或者说识别一些比如说这个声音啊或者怎么样，这些任务很简单，但是它能用，它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起作用，所以我就会让它去商业化，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说因为这个器件它可以 能够去借鉴更多的这个生物的里面一些原理，所以我们有可能去构造一个更加仿生的器件。所以这个是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商业化的模式，还有就是探索性的模式。所以我从我个人来看的，我更喜欢做这种探索性的这种research。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麦克问，就是现在我们这些器件里面商业化，比如说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刚刚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一个 比较致命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器件的稳定性。刚刚我在文章这个报告里面提到，其实我们在这个微米级的一个器件里面来控制这个离子啊，在原子尺度下的一个迁移和输入，其实你可以想想，这个是不太现实。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器件啊，它这个稳定性还有这个可操纵性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产生那种就是误操作。 所以器件这个也会影响器件的性能，所以我刚刚说一个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解决这个稳定性的问题。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构建一个跟那个人脑 t
同等规模的这个系这个 一组系的这个芯片。因为现在就是人脑有大概有100亿个这个神经元，所以你要去构建一个同等规模的这个器件的话，其实你需要个很大的这个这个一组器的这个阵列。但是你做这么大的里面就会碰到很多问题，刚刚说比如说你这个电极的电阻可能就会影响你这个整个这个器件的这个操作，还有这个训练，对这个神经网络的训练。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这个目前领域都需要解决的一些事情，对，所以还是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对，这些后面讲的就比较细节，比较专业了。对，刚刚也没有提起。好的，好的，谢谢朱老师的回答。然后应该是我们同学，因为去昨天蔡老师也分享过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就是是中央美术学院和四川美术学院，他提出了这个关于就是机器啊、计算机这个，它里面其实也提到了一个问题。我自己当时看到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挺惊叹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 AI 的过程中，它会有，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人脑有100亿个这样子的突触，然后那如果说我们用这样子的一组器或者是芯片的方式去模拟人脑的这个整个的神经系统，它可能需要的这个就是耗能量。对，耗能量是非常非常大。那如果说我到底他的那个在那个展览里面，他就会提出了一个问题，说究竟我们的地球还能够容纳多少的数据和这种就是能耗的损耗？对，这个是，的确是个问题。我之前也是看到有一个报道，就是如果说你用这个 AlphaGo 对吧，这个之前研制的这个系统，其实它这个跟人脑比还是相差很远的，但它耗电量非常大。其实如果你按这个比例来算的话，你可能全球的这个供电量只能供，就是我具体数字记不得了，但就是说你平均分担到每个人的这个使用的时间都会非常短，所以就是它不可能普及。对，所以你要做一个非常能量非常低的一个这个系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让这个器件更加智能以及更加低功耗，就像人脑一样这样这个高效低功耗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也是我们领域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对，好的好的，谢谢朱老师非常多专业的那个意见，就是给我们同学往科学领域里面跨了一大步。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就是好奇的问题，就比如说对于未来的技术的发展，或者是你们自己有的一些小的畅想什么的，大概还有没有问题？喂，哎，你好。哎，其实我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也比较杂，因为那个我刚刚还听了那个 Michael 老师的那个，他当时讲了一句话，他说就是那个伦理道德层面上，应该是只有有意识的才有伦理道德的这个事情。但是当时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想直接在这边顺便也一起说掉。然后其实刚刚他们讲到那个资源的问题，我还想到了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些数据储存是，虽然说是在云端上面，我们不用限制的去储存这些虚拟网络的空间，但是其实用了大量的那个稀土金属，就是资源浪费反而还更严重。这是我刚刚想到一点。然后就是之前那个老师提出的那个，刚刚那个老师提出的问题，就是他说就是只有有意识的人才会去，有意识的东西才应该去讨论伦理道德的问题。我自己个人是不是这样看的？他当时就是说，就是如果每一样东西都有意识的话，那么我们去吃那些有意识的东西可能就是会涉及到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就比如说如果一个 iPad 它有意识的话，那我它会不会感到难过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之前我有看到一个案例，他是说就是当时有一个公司是做了一个狗狗玩具，那个狗狗玩具呢就是做得很逼真，然后就是如果人去提它的尾巴或者怎么样，然后它就会哀嚎，然后当时很多爱狗人士就是去反抗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导致这个公司停产了这个玩具。当时我想的就是
这个狗狗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自主意识的，然后人们去同情它只是自己内心人类自己道德意识有一个这样的道德意识而已。然后呢，然后到后面如果我也知道这个是很久远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真的是找到了这个意识它是怎么产生的，然后能做出有意识的那种机器，我们当时就有可能会考虑那个道德的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从历史到现在，就是人们的道德意识一直在变。就从结婚这个来讲，就是从最远古的时候是一个母系社会，然后呢后面又变成了一个就是三妻四妾的这种，然后到现在又一夫一妻制。然后我觉得到了以后的话，如果真的是我觉得伦理道德的这个东西是人的自己的观念的问题，是会变的。也许以后我们就能接受人机恋爱，或者那种或者那种开放式婚姻也说不一定。所以我自己是不担心这个道德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以前也看到过一些就是跟机器以及人脑有关的一些理论。当时我也看过一个实验，就是很早以前就看过一个那个科普的一个纪录片，然后他当时也是讲，就是当时是想做一个模拟人脑的一个机器，结果耗费了非常非常多的能量，但是连人脑的十分之一的那个功能都达不到。所以其实我自己是不太担心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问题。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以后的话有可能是就是可以人机合一的，或者就算是如果机器它真的有了意识的话，那说不说明它也是一种新人类呢？就是就好像是人类的进化一样。反正我就是抱着一种这样的心态，所以我就一直不太担心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问题。对，它这个发展还没有，就是你们想法比较超前了。对，现在目前短期之内还不用担心那么多事。对，可能我刚刚我刚刚听到你讲的很多理论，就是然后之前也看到过一些理论，就是也知道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是很初步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人现在对自己的人脑都还没有研究的透彻的话，又怎么用就是通过模拟人脑去做那个就是模拟人脑的机器呢？就对，所以我刚刚说就是你要识别图像。或者说就识别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些任务非常简单，就现在机器可以做，但你要让现在机器去做一些更深，就是更难的、更困难的，或者说它具有通用智能，它什么都能做，那就是非常困难的。对，所以现在的大家就是觉得我在某一个层面上，就层次上我已经达到这个目的，我干脆去使用吧。对，但我不需要说我让这个机器能识别人脸的机器，我不需要它可以帮我去做顿饭，对吧？帮我去洗衣服，对不对？所以就在某一项这个专业这种非常专的这个任务上，他能够胜任就可以了。对，然后是意识上面，因为我看了，就是今天下午也看了一下那个老师之前发的资料，然后上面提到了一个泛心论，或者就是他当时有两个观点，第一是意识是基本原理，第二就是那个意识是那个就是每一个东西。事物都是有意识的，只是那个强弱不同而已。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就是有意识的它至少应该是细胞生物，就是它至少要是个生物它才会有意识。然后后来我就在想，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生物都是碳基生物嘛，我就在想如果就是硅基生物，如果有其他的比如说什么硅基生物之类的东西，那他们那个叫不叫意识呢？那可能就要找外星人。对，然后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也可能比较幼稚。真的挺好的，对，这个对你想挺好的，对。很多东西我也不能给你回答，我也是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对，所以对，的确这个现在发展的特别快，这些技术，也会肯定会引起不同人的这个一些思考，然后多思考，然后对，去发明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好的。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刚才伊普森讲的，其实更多比人文的一个，其实是属于人文创新，因为它
就是说只是对技术的一种猜测。我也认为就是科幻小说本身其实是对于我不知道对你们科学家来讲，科幻小说对科学家是不是有它的一个就是启发作用，我不知道你科学家对他对此有怎么样看法。比如我们看很多科幻电影，三体啊，啊，其实他科幻电影当中，比如说泯灭，我可能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科幻电影，其实他讲说外星的一个外星体，然后到地球之后，他想要把地球的环境改造成他想要的样子吧。然后他通过这个细胞之间的折射，因为细胞，植物细胞、动物细胞、人的细胞，包括外星的细胞，它通过细胞之间的折射，让它们产生就是互通互联。所以说，有的是人可能会长出发芽，人可能会发芽长出枝、长出叶子，可能会说人话等等。他又讲到细胞之间其实有存在折射的可能性的，基因折射。对，那么就很有趣，就是说像这样的电影，包括像这个。诺兰的电影叫什么？这个星际穿越，可能这样对科学家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是的，肯定是有启发的。对，其实这些电影，你刚刚说的电影我都看过。主要其实他，比如说诺兰那些电影，它里面很多的一些畅想，它并不是说那种虚构的，它都是有一些这种就是基本的这些原理啊，就是一些理论啊去支撑的。所以这些都是肯定都是很。时代的一些理论，或者说是可以真正的是，可以去借鉴的。对，的确，你刚刚说的非常道理，就是生物里面的一些这种或者这种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些场景啊，还有他们一些想法，的确是可以被我们借鉴。对，是有这种。是，因为艺术学科，因为我们不可能科技学科那边一样的去专业性去理解知识，但是。我想要做的可能就是说在现有的科学的基础上做一些近未来或未来史的一些畅想，其中这种畅想其实在这种畅想当中呢也需要建立一个有机有序的一种秩序或者规则，其实也是未来可能要真的有很多的这种科学家或者说是律师或者说是很多的不同职业的人参与进来，其实是像未来的新社会。其实新社会我觉得它的作用主要是不是来批判未来或者说是畅想未来，它最主要的核心还是在批判当下的一种秩序等等。对，您想了很多，对，非常好。对，好，那还没搞好。我们这里。From my end, I'm actually very happy that a conversation emerged out of this. So this is great. And I Xinru has given me a little bit of a translation on maybe some further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ethical issues I mentioned before. I think we should come back to that potentially tomorrow. I'd be very happy to. And I have no immediate questions now. I think. I've already taken a good amount of Xiaojian's time here, but it's really I'm very happy to see also students ask questions and weigh in. So this conversation is really really I think great and good to have. Yeah, thank you so much. It's really nice to join guys. That's great.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朱教授在这里跟我们的分享和以及跟我们的这些的一些讨论。那接下来Michael 是否还有更多的东西会去讲，还是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到这里？谢谢朱老师。Do you have more to? Basically, I from my end. For me, this was a really really nice presentation. I think, it would be good to get some maybe tomorrow or by tomorrow get a little bit of feedback from the students how accessible it was. I mean, it's very important. I was just actually saying the same thing also to Xinru. Is that it's not about, of course, understanding every little bit. Even I don't understand this, in the intricate details. But this idea, and I think Xiaojian did an amazing job at visualizing this for us. Just how to, how a
basically the biological brain can be to a certain extent artificially reconstructed. And if you know, picking up that alone is a really cool and I think very productive idea. So but I'd really like to address, because and I'd have to hear the question again, and we'll come back to this frequently anyway, but I think I really just touched upon this again, this issues around ethics. I'm not sure if I was understood correctly, or I'd like to correct myself if I wasn't. They're of course far more complex than what I have outlined. And in fact, what I was outlining is not actually, I wasn't stating my opinion really. I was more stating something that has a more of a kind of a tradition that I think has amongst demons has manifested. So, and by all means, we should be discussing that and potentially critiquing that. We'll have enough time to do so. So I think on my end, that was very good. Is there any questions I could potentially answer right now? 大家还有什么对 Michael 想问的问题？